हेलो हेलो।诶，你是看到个金进来了，诶，没有的。来来来，准备好了没有？我等一下那个 Gina，你们准备一下你们的这个 nota，我要去看 keunggulan sistem pendakbiran dan undang-undang 这个 Melayu Melaka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哎，等一等啊，我们等一下君家啦。看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 system 本打别 run 罢了嘛，这边前面一点点，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讲到这个这个他们的这个 system 本system 本打别 run，哎，他们这个 Sultan dibantu oleh 这个 pembesar empat lipatan，哎，这些都是这个叫做 system pembesar empat lipatan。有这四大天王啊，本巴萨本巴拉班南布拉斯，迪格布罗都是四倍啦，诶，他的四倍乘出来。然后苏丹本瓜斯南 S S very good，这个我们等一等，那个金进来，我去看一下隔壁班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们等一等啊。哎呀，第一个车，你们有把这个老大编出来吗？是吗？有没有 bring 出来？没有啊，心仪呢？没有啊。OK，也没关系。你们我们回来实体课的时候，我再 bring 给你们呐。这一些有怀疑资料的，并且分给你们。那个君还没进来呢，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一个我们看啊，这个八里八单。这个是他的 system 咯，刚刚我讲了，刚刚讲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苏丹他的权力范围，OK，他的权力范围，苏丹在当时呢，他是一个我们讲，最有权力的人呐、最有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对不对？每一个人必须要听从跟从的。所以苏丹呢，在这边呢，他们有这个权利，在这一个管理上，Pemerintah，美国 Pemerintah，然后 peperangan 战争，我找这个字下，OK，在统治或者是在政权上，哎，Pemerintah，我的东西上去了，还给你了，统治。或者是我们在政权上，
然后在战争上，都不让俺应该懂哦，不让嘛战争。互不按 diplomatic 就是外交关系，就是他与外国其他地方建立关系啦，跟在阿伽马伊斯兰里面，在宗教里面，这、就是苏丹的挂失咯。所以你看到来，大多数都是所有的权力都是在他手上，管制统治是他，战争也是他，跟外面建立关系也是他，宗教上方面也是他。他瓦西啦，我们讲，在这里呢，我们讲到这一个本巴沙，苏丹呢是由这个 system 本巴沙恩巴里巴丹去帮助他领导国家嘛，是不是统治国家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看到这一个，在这个 system 本巴沙恩巴里巴丹里面哦，有四个人，我们开我讲的是所谓的这四大天王啊。是就是最大的啦，扮演最大的角色啦，在这个 system 里面。所以这本本上巴里巴旦呢当中，我们包括了有这个人叫本德哈热，本德哈热，华裔叫嘛宰相啊，是啊，让我找一下华裔。OK，本德哈热，yes，就是古时候的首相啊，然后写下华裔啊，本德哈热，我们叫首相。就是首先，首相，OK，然后本德哈利呢？本德哈利就是财政吧，本德哈利，yes，本葫芦或是本葫芦，本德哈利，本葫芦本德哈利就是管财的啦，然后德文公。德蒙公为什么他叫天蒙公啊？他的工作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一个个会去看。我找一下华语，看华语有没有他直接翻译的。德蒙公，他叫天蒙公啊。赐予这个他们的这个是首相或是宰相啊？以前那我们不叫首相啊，以前我们叫宰相啊，对吧？你有看那种《三国演义》啊？宰相。然后拉萨玛呢？拉萨玛是海的那个管，将军哦。这些什么他的工作？等一下我们一个个去看。OK，然后你看啊，这个就是那个 hierarchy system 在这四个官员里面，这四个官员里面最大的就是谁？本德哈热，看到吗？你看他的排列，苏丹之后就到本德哈热。本德哈热就到这三个人，另外那三个本巴萨咯，本鲁本哈利、德蒙贡跟拉萨玛纳。然后他讲什么？System 本巴萨巴里巴丹德拉迪拉们拉休干什巴 System 本达维亚德阿多丹本格萨。所以他们有这个，我们讲到这整个马六甲的这个管理系统呢，它很有效啊，就是比很有效很有效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 System 本巴萨巴里巴丹。导致到他们的管理上方面都很，就是很成功啦。OK，so Sultan meletakkan wilayah tertentu termasuk sungai atau pulau di bawah pentadbir Pembesar Perempat yang dikenali sebagai kawasan pegangan. OK，这个kawasan pegangan 呢是属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名字要记起来呀，考试会问的。kawasan pegangan 就是给这个四大天王他们的这个。地盘，我们讲华语啊，高山不干岸就是地盘呐、对我的翻译，这地盘呢就是苏丹给这四大天王他们这个地盘，然后他们去负责管理那一个地盘，就是那些地方的老大啦。所以他通常会这样子问的，他讲，kawasan yang digunakan 或是 yang di 啊 dibagi kepada pembesar empat，pembesar berempat ialah 什么？是 kawasan pegangan，就是这个地盘。那这些本达拉加摩啦本丹本都鲁本达哈利加冈巴舍舍利乌中拉萨玛纳德玛西葫芦巴朗。
Gamma Sumai Raya dan Siantan. Okay. Itu saya tahu, kawasan pegangan. OK， 然后在这个 system 本代表栏里面呢，这字要记起来啊，记得吗？搞到三百刚刚，那我问一下啊，我就问你们啊，等下我们我姐就比较稳到了，这可以搞到三百刚刚。哎呀 ，system 本代表栏格式单，那么你们两个 terbahagi kepada dua peringkat，这个它的管制系统啊，管理系统啊，它有分成两个阶段，哎，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peringkat pusat， 就是在中央，中央跟 peringkat jajahan，peringkat jajahan 就是占领的领土了，peringkat jajahan 我们讲是领土，它的领土。 所以这两个阶段哦，因为马六甲他去占领别人的时候，他就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安纳贾加汗了嘛。哎，然后 peringkat pusat 你看啊 ，pendaftaran peringkat pusat dilaksana oleh pembesar empat jabatan， 也就是这四个人。所以这种中央执政啊，中央管理呢，是由这四个人，pembesar empat jabatan 去带领的。哎，然后 peringkat jajahan 呢？ Peringkat jajahan 我们讲它被占领的领土嘛，那方面呢？哎 ，so pembesar dilantik untuk mengurus pentadbiran daerah dan kampung. Okay, so 谁人负责呢 ？Pembesar. Okay, 其他的 pembesar 啦，以下面的 pembesar 这些人啊，负责去 mengurus pentadbiran daerah 还有 kampung， 就负责去管理他们的地区还有这个村庄。 Okay, 然后 Pembesar peringkat ini dilantik oleh Sultan dan Pembesar berempat. Nah, jenis-jenis pembesar ini, tahu di sini yang dipilih, adalah dari pembesar empat libatan yang dipilih, atau dari Sultan yang dipilih. Untuk mengurus tanah jajahan. Nah, jadi ini dipilih dari dua jadwal. Jumlah dan lintu. Lintu biasanya adalah pembesar. 中央是本巴萨本巴，然后本巴萨负责什么？管理达伊拉跟村庄。然后选他们呢？本巴萨本巴跟苏丹。然后高瓦萨本刚刚叫什么？苏丹给这四大天王的那个地盘去管理的地盘呢，叫高瓦萨本刚刚。OK， 好嘞。然后我们就要看这 四大天王啊，看我讲的四大天王，他们主要的角色跟责任，哎，在这个 system pentadbiran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我们看第一个人就是那个最大的叫 Bendahara 咯，哦，所、so, 以 Bendahara 呢，它是在整个这个 system 我们讲本巴萨本巴里巴丹呢是最高的 ，Jawatan 是职位啊，所以它的职位最高。 哎，职位最高，然后扮演非常的重要性。OK，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讲他在众多里面是职位最高？因为他是格多本达标，他是整个管理的那一个头。我们就好像一个公司，像一个公司，你拿一个公司来看啊，公司有个叫大老板，老板下面就是谁？总经理，经理下面有谁？很多经理嘛。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本达哈德他是一个总经理。 所以他是整个管理层里面最大，然后除了他也是这个可多杜鲁斯安卡丹等的，可多杜鲁斯安卡丹等的，我讲讲啊，我找一下杜鲁斯，OK， 他是一个军队的这一个长官，可多杜鲁斯。 哎，想搜索的，写，我用他被给我写了，一，写到，一，OK， 军队
的长官啊，警队长官，德鲁斯安卡达等德勒，然后他也是一个是属于你看，他也叫做这个苏丹的顾问，还有伯芒姑苏丹。什么是伯芒姑苏丹？我们先看本拿西汗苏丹先，本拿西汗就是王的顾问，哎，这个咯，伯芒姑苏丹就是伯芒姑的意思是父啊，找一下他真正的意思啊，马华裔，OK，伯芒姑我们叫 yes 协理，正确一点，我们叫协理，那没给我写，讨厌啊，写这里啊。我只是他是怎么读啊？那个字，也不是协理，叫什么啊？叫是代理啦，我们讲就用一点啦，代理啦。王的代理，也就是说，当苏丹呢，他没有在那个王宫啊，或者是苏丹生病啊，苏丹出游了，说这个本达哈热呢，他可以代替王的位置。诶，是马盖伯芒姑苏丹，所以可想而知，他在整个毛九王朝里面，本达哈热他是一个什么万人之下，什么我们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思，他是在雪的下面，他就在苏丹的下面，然后可是他比所有人还要大，就是这样，可是他超越不了苏丹呐，因为他是讲到他不是一个官员来了，这是本达哈热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本德哈利。说本德哈利很具有意的，他就是管什么？管钱。蒙古鲁斯西森格王安，所有的钱的任务就是由本德哈利去做。德蒙公呢？德蒙公就是负责陆地上的安全。他负责这个果达摩拉哥的哥斯拉马旦，还有个阿马难。负责陆地上，然后负责海的安全的呢，就是拉萨玛纳，海将军。那我们讲，不然呢是把该邦里么安嘎丹等的老二，我们两个，所以他也是海军的将军，海上将军。跟不当公交的他的可是拉马丹不阿里让那个，所以他也负责去维护整个马六甲海域的安全。你说保护海域安全，OK，保护海域安全，跟他是一个绑定么啦，OK，clear 吗？这四个他们的角色，OK，然后讲他讲是莱因本本萨本本啊，德达巴九个本本萨莱因读了五班读达兰布达贝兰，安达勒涅耶拉沙班达，沙班达是港务主任。港务主任，然后本达勒好像是传令官，我找一下本达勒，本达勒是也是传令官，欧让嘎耶，他不是讲有钱人呐、欧让嘎耶是有势力的人，欧让嘎耶。还有什么？葫芦巴郎是军队啊，军师们。我找正确的给你。葫芦巴郎，葫芦巴郎我们也可以叫做军师或者是将领啦。将领，还有本葫芦应该懂了哈，本葫芦是村长啊，村长。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讲像乔巴的、本达的、果让卡耶、葫芦巴浪跟普葫芦啊，他们都是安得谁？安得这个本格萨本巴的。给的话讲，格苏丹那本来有那个本不愿意 system 格王安江的阿多，他们有这个管理金钱的系统，很好的一个管理金钱的系统啦。
Contohnya kan sumber pendapatan Melaka ialah hasil dagang, hasil cukai dan ufti. Ufti我们叫贡品。Okay, 公平，所以他们的钱呢、啊？我讲那个马六甲的这个收入来源，收入来源，收入来源是来自这个贸易咯，贸易，我刚刚叫贸易，然后税务，还有这个公平 ，OK， 然后在于这个税务这一边呢？沙班达，看我讲的，沙班达是港务主任嘛，所以港务主任是在哪的？就是那个港口，他是负责管理港口的。哎，马六甲是一个港贸易中心嘛，它有很多港口嘛，所以他的港口，这沙班达呢，就负责去管理他的港口，怎么样管理呢？就负责去收税咯。哎，说沙班达，蒙古地方就该给布拉伯汉，说那些做买卖的那些船来到这里啊，他们像马六甲像哦。他们一定要先缴了税务啊，也缴了个租盖啊，他们的货才可以从船搬下来他们那个马六甲的港口那边。如果你没有缴清那个税务啊，他不给你上来的。然后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给的这个税务呢也不一样。这个税务的这个不一样就自在于马六甲跟那个地方的关系。如果你是 good friend 的话，你们的租他们的租盖却比较低、啊、所以这是沙板达他的工作啦，就负责去收这个税、okay? 所以他工作是在码头收税啊，这个在码头收税。然后本古地方租盖的高瓦山不刚刚的乌鲁斯欧雷伯伯萨来，然后在高瓦山不刚刚我们讲不是高瓦山不刚刚的啊，高瓦山不刚刚呢刚才我们讲的、啊、是由本巴萨去收的咯，主盖。然后哈修本达巴丹里萨罗用作可本丁安的个人，是本地门本利斯加特丹门比呢，伊斯坦呢。所以他们这个收入来源拿来用的是什么？去买武器啊？哎，不是买武器，哎，买武器还有建王宫。我的肩啊，他们比那想要我更闲了啊。So, 这个是他们的工啊，他的那个收入来的用处啦。然后kebijaksanaan dalam mengurus pendapatan dan perbelanjaan menyumbang kepada kemajuan dan kemakmuran Melaka. 所以他带来的这个是kesan来的，这边是kesan。kesan就是他有良好的这个我们讲 system 的网安，才可以导致到他们这个马六甲的。格马居安还有格马莫然，格马莫然是繁荣啦、啊，进步跟繁荣带来马六甲的进步和繁荣。OK， 然后pada peringkat jajahan pula ah, pembesar bertanggung jawab menjaga keamanan dan mengutip cukai。这个我们讲的这本书是中央的，那本应该不算。在本应该jajahan汉呢，这些大臣们呢，他们就负责去收税啦。去负责照顾那一边的、地方的安全。这个是本领盖加加汉啊，来当公家伙，我们加个阿玛南，还有我们目的主盖。OK， 然后他讲嘛 ，persefahaman serta pemufakatan antara pemerintah dan pembesar telah menyumbang kepada kegemilangan Melaka。Pemufakatan 是他们的合作 ，pemufakatan。他的 A 加按错了，是 pemufakatan 啊，不是 pemufakatan 啊 ，P R A 加按错了哈。给说 pemufakatan 我们叫协议啊。协议、透过、互相的协议跟这个、了解呢，随着了随着互互随着协议跟了解，就是本本沙跟本本林达，然后才可以带动整个马六甲的辉煌，所以就是他们一起合作啦。
OK，你看啊，这个 Gary Info Bandara Dun Barat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人呐、啊。这个 Dun Barat 其实它是一个老城址来的。OK，为什么讲呢？你看啊，它从56年到98年呢、啊，总共它为了这啊，它总共服务了这四个苏丹哎，这四个苏丹，他换了这个四个苏丹，他还有在里面的啊。包括了苏丹姆沙发沙、苏丹满族沙、阿拉鲁丁里亚沙，还有马穆沙。苏丹马穆沙是最后一个。然后，布料迪兰蒂是把该布德哈德的巴里科丹克加亚安尼蒙阿拉坎德勒项。OK，然后，苏丹纳姆雷乌拉克蒙阿拉米格莫索丹斯的巴斯杜贝拉蒙阿拉蒙尼高杜米尔，yes。所以，杜贝拉当时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本德哈热的。所以他见证了四个苏丹的登基，就是一直到最后一个苏丹马穆沙，然后直到这第四任苏丹马穆沙死了之后，哎，不死了之后，他在位的时候，苏丹马穆沙都被他去世了嘛，所以才导致到这个马六甲怎样没落。所以我你们封几啊封都的时候，我们有读到吗？为什么马六甲会被占领去？有几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你本本上里面。啊，本巴萨跟本巴萨之间里面互相的这个什么争呢？争，哎，他们互相的是要争那个势力，然后还有什么？苏丹那个苏丹没有那个能力去管制，哎，还有种种原因啦，所以导致到整个马六甲衰退。然后其中主要的很大的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敦贝拉当时他去世了。也导致到这个 system 本本萨本把本把 system 本本萨本把你把蛋哦，开始怎么讲啊，有一点动摇了啦，里面那些官员呢，开始造乱了咯。OK，然后他也成功的击退这个项氏，他的战绩啦，他的功劳，项氏现在的泰国咯。这是 system 本达贝拉啊，OK，before、okay, 我们去讲文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一点点的练习先。OK，来，你们做一下第八题、第九、十、11、8到11题，先做一做，可以吗？八到十一啊。叫我们讨论。90、11，第八题是 K 版题来的。八、九、十、十一，四题刚刚好，一人两题啊！你们这两个人吧。
看了没有？做完了没有？OK，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啊，第八题心仪先。这个噶瓦山布干案我可以讲到了，苏丹他有给这个噶瓦山布干案，可把这个可把的这个布布萨布恩拜嘛，这是那四大天王嘛。所以他问了，巴达本达巴安达吼，为什么苏丹他会给这个噶瓦山布干案给这四个人呢？如果你是苏丹的话，为什么你要给他们这些地方呢？Menjamin keamanan dan keselamatan，如果你讲这个答案的话，可能呢，我不一定是要给这四个人，那我可以给其他人吗？不是啊，他们也可以 menjaga keamanan 吗？可以 menjaga 那边的 keselamatan 吗？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搞上不刚刚给这四个人？蒙古跟瓜斯本不上，本发要攻蒙古呢是什么意思嘛？蒙古国你全部签到完 A B C D E，蒙古国是让他巩固哎，巩固他们的这个权利啊，巩固权利，有讲到巩固权利咩？本加明格斯加安让亚，要让这边那边的这搞上不刚刚的人民更加忠心咩？没有。答案是刚刚最后一个你才答对的，要确保这个本本萨本恩巴哦，对这个苏丹忠心，就好像贿赂这样啊，哎啦，你要对我忠心，OK 啦，你对我忠心，对不对？我给你这些地方，这些地盘你们去管制，可是你要对我忠心。Alright，好嘞，给大家看第九，Manakah antara本本萨本恩巴啊，接下来是成人啊。bertanggung jawab menjaga keselamatan kota Melaka. Malaysia 城堡的这个安全，或者是我们讲它陆地上的安全啊，是属于呢工作。成 A B C D mana satu I C E，答案是 Bandar。本德哈勒负责确保哥大马拉哥的安全呢？喂，你看多一次，你看啊，这边我还讲了，等一下呢。哥大门加哥哥阿瓦南哥大马拉哥是属于天门宫啊，德门宫啊，很容易分的。嗯，跟你讲啊，你看，本德哈勒他是在降头里面最大的，他负责什么？他是。军事的领，怎么讲呢？他是领导啦，然后他也是这个苏丹的代理罢了。在陆地上呢，我们要管陆地上的安全，像警察这样啊，陆地上的警察啊，就是德门公保护国大马那个安全的，保护那个水的安全呢，就是喇沙玛那，然后管钱呢，就是本德哈利财政呐、啊，你说他是 boy 啊，这个。第十题，看，benda hara kau yang bermain peranan paling penting antara pentadbiran. Okay, sini, manakah antara berikut merupakan bidang tugas benda hara? Naik ke tangan. This benda hara, wo. Bendahara 有管钱呢，我刚才讲了，Bendahara 是管什么？管钱的是 Bendahari 耶。How Ewal Gawangan 是 Bendahari 耶，不是 Bendahara，虽然很像他的名字，一个是 Hari，一个是 Hara，这是 Bendahari 耶。啊，说、so, 第一对吗？戈多杜鲁斯，他不是德鲁斯啊，是戈多杜鲁斯安卡达等德勒这个有咯。这个 menjaga keharmonian dan keselamatan 这个是啊德蒙公的，所以他是德蒙古。我跟你讲啦，他是王的代理，他也是整个军事的领导将领啦。我们讲哥多多罗，所以他是一跟二，也是一。格苏丹那没用那个，我们不一样一 system 跟王阿娘的阿多，对不对？像 manakah yang antara mereka merupakan sumber Kewangan kerajaan Melaka. So, Malaysia 的钱，它的收入来源是来自哪里？
成，有来自三个东西的。三，马六甲的收入来源有哪几？从哪几个地方可以得到他的收入来源？三，cukai daripada pendakwaan luar, hasil ufti daripada wilayah taklukan kenaungan, pendapatan daripada usaha perdagangan, hasil sumbangan daripada golongan pemerintah. So, mana satu? Okay, 来。你写 A，OK，我不会怪你写 A，因为哦，A 的第一个选项其实是一个陷阱题来的。你不要看到主干，我们老大看我讲主干有，它是从那个税务嘛收主干嘛。可是你看这个主干哦，是来自什么？他讲本达哇哇嘞，给本达哇是那个传教士。Yes，答案是 C 才对。给本达旺哦，是传教的人士，传教者啦，传教者叫本达旺，所以他有我讲到跟传教者走主盖没有吗？不是，他只是去跟那个本达刚的走主盖咯，对不对？哎，贸易走主盖跟他们的丹呐、贾汉走主盖，不好吗？所以第一个是错的。不要看到主干就是答案啊，不是？Ufti 有咯，公平。哎，他去占领跟庇护的这个地方，收取这个公平，还有来自做贸易的收入。Yes，答案是二跟三 C 才对。Sumbangan 是贡献啊，来自 golongan pemerintah 哦。这些来自 Bobosa 的贡献，Bobosa 给他们钱，跟着压钱，不是，他是不是来自收人家的主干？哎，这要搞清楚啊！Right，好，我们看回上面的，到什么了？到文章，Yes。OK，然后我们讲到马六甲，它可以那么的辉煌，是因为它有法律，对不对？文章我们叫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呢，是为了要做什么？menjamin kesejahteraan 还有 kemakmuran 这两个，或者是 menjamin keselamatan 啊，keamanan 也可以。有时 Kebab 会问你啊，apakah kepentingan undang-undang？你写 menjamin kesejahteraan，或是 menjamin kemakmuran，或是 menjamin keamanan 也是可以。OK，然后在这里呢，马六甲有两种法律啊，你一定要懂的。第一个就是 Hukum Kanun Melaka，还有 Undang Law Melaka，可以吗？这两种啊，get 到哦？Alright，so 来啊，我再讲去，大家去睡着，对不对？是不是想要睡觉了？OK，来，我们先让你休息一下了，好不好？可以让你们休息一个9分钟的时间。3:20，你们回来，我们去看这两种的法律啦。好，所以你们去走动，上个厕所去，伸下懒腰。OK，我们等下见啊。3:20。去休息一下吧。